哎，你们这干嘛很慢呢？怎么那么慢啊？急死我了！节奏，节奏，你们干嘛？快点，裤子，裤子，我不管你们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不是闯祸就是迟到，然后我来负责。范丽秀，一定是你害的。我等一下再找你算账。尽一小的电饭块，上升你。讨厌呐、啊！快点呐、啊！再找吧，电特快！掌声鼓励！这个叫做好狗运、你们今天的开场未免也太特别了吧。是啊，那今年校际杯的冠军我看非你们莫属了吧。你看这个好运，看啊， A team 应该是目前唯一能威胁你们队的。韩月在杯头赛都已经输给阿翔了，他们的排舞零胜算 ，OK？ 是啊，可是排舞要看的不是团队的整体表现吗？懂什么啊？我们的 level 在那边 ，A team level 这里，我们是差距太大，不同 level 的 ，OK？ 口气这么大哈！不然这样好了，只要见 A team 赢过我们电特快，我就在全校面前。跳钢管舞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哎，你的表演你是白痴哦！别人一唱，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道泽艺校的 A Team。在我手上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第三名，第三名到底是谁呢？
就是我们的 JJ Monster， 耶！恭喜他们。OK OK， 接下来就要公布我们的第二名了。第二名就是来自我们庄敬艺校的电特快。最后就是我们这次的冠军队伍了，冠军队伍就是来自我们道泽艺校的 AT， 恭喜我们 AT 拿下这次校际杯的冠军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啊，大家都看过校刊了吗？现在让我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范立修同学。周杯拿到冠军的话，我就裸体跳钢管舞了，耶！耶！耶！梁同学，哎，艾琳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干嘛啦你？我在看 A 厅的陈军到底有什么来头。他是 Worldstar 重点培训艺人，洛杉矶街舞比赛冠军，日本街舞比赛冠军，上海、广州、伦敦、釜山，伦敦，哎，他得过12个冠军哎，12个，陈军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啊？完蛋了，看样子我们想赢 A Team 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哎，哥。那我不就要露懒趴了吗？谁叫你平常有事没事就爱跟别人呛赌，你活该。哎，收了啦，在这里哭哦，不如快去练舞吧。哦。哎，你干嘛叹气啊？叹气就不能变偶像哦。我今晚要跟朋友去听演唱会，所以可能不能跟你们去练舞了。演唱会？谁的演唱会啊？就那个梁浩天的告别演唱会啊。哇，什么？你居然对天王也有兴趣？好甜啊，好意外哦。我并不想去的，可是好朋友迷恋梁浩天。是吗？是吗？干嘛这样瞪我？团练了，走了，走吧。哎，先走了。不要再看爱吧，陌生的城市，找个情人很不错，不谈爱呀多轻松。未来，只要现在，将你拥抱，不要未来，我
我只要醒来。你们好吗？这么多年来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真的撑不到现在。但是选择要走，我真的是很困难的选择。但是你们，就让我们潇洒地说再见。走走走，他们说走走走走走走，啊！当一切都经过，当一切都……我从小就在戏班长大，过着一种很封闭又严苛的生活，虽然我并不喜欢，但是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了。直到我听见梁浩天的歌，才发现他唱出了埋藏在我心底的忧伤与害怕，让我知道其实我并不孤单，我也可以拥有感动。所以梁浩天的歌就是带着我长大的心灵依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嗯，就是想说你这个年纪怎么会迷他迷成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其实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你能跟我聊那么多心事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应该要多分享一些秘密才行。嗯，哎，阿丽，你真的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好朋友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没荒废我国中照了你三年啊。哦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这个人呢是注定站在舞台上成为大明星的人物，我到时出名后就可以永远罩着你了。嗯，好。哎呀，你真的信哦？我随便说说而已哦。哎，严爱玲，你明明知道我一定相信你的啊。干嘛啦？班长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讨论。什么事？亚洲杯跟大老二。昨天练舞的时候一直被他呛老二老二的，那不如我们团名改成大老二去参加亚洲杯啊。大老二，哎，好听。哎哎哎，你们打起精神来了，亚洲杯都还没开始比，没努力怎么知道结果啊？但是我们每天都被那群智障骚扰下去，我们真的都快练不下去了。还不是你害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想我们还是找个新的地点练舞好了。好啊，既然要赢过 A Team， 那我们一定要练新的舞步。秘密基地，学校附近的桥下空地。哼，杨文哲，我觉得还是室内空间比较好，虽然要花钱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哎，铁头大哥，果然还是你最理智。啊，我想到一个地方了，望月楼。哎，这是我拜托好朋友借给我的地方，可是那也必须得到他妈妈的同意才行。嗯，所以你们啊，等一下给我礼貌一点。好，啊，知道了啦。尤其是你啊，我太有礼貌了，不要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懂吗？走啦，啊，走啊！新加坡人不懂台湾 style 啊。哇。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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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快，雨辰，快！哎，艾琳，他们是我的队友，小白、铁头、阿翔、范丽。Hello。朱璇，梁夏，又是你？是你？那个骂我白痴？对，我就是骂你白痴、神经病的那个人啦。
哎，同学，他是白痴是事实，不过你怎么会知道？你这个我还蛮好奇的。哦，案情不单纯啊！哎呀，小白饭，你给我住口啦！雨辰，他们是谁？来这干嘛？他们，阿姨你好，我们是雨辰的朋友。他们是你的朋友吗？怎么看起来不太像？哎，丽娇同学，可以告诉我你们电特快的准备情形吗？无可奉告。等一下，我只是要做你们专题而已，拜托。哎呦。哎呦，学乖了。哎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比赛剩不到一个月了。啊，这样好了，我先帮你报名那个钢管舞的课程。反正既然要跳，就跳性感一点 ，sexy 一点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嘴巴这么的贱？雨辰他妈说可以把望月楼借给我们用，我们有地方练舞啦！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太好了！哇！耶！阿霞，你能不能跟雨辰好好道歉呢？不然大家会很尴尬的。好吧。真的？耶！你可以跳钢管喽！我不跳钢管。爸爸都不回家，而且避不见面，所以常常被人家欺负，性格会变得比较冲一些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学新的舞步。1, 2, 3, 4, 5, 6, 7。真的要跳上东西吗？2, 2, 3, 4, 5, 6, 7, pose。怪哦、不可以这样子吗？不行啊，我们不行跳这种东西啊。2, 2, 3, 4, 屁股真的要这样子扭吗？ 5, 6, 7, pose。 哎，哇，阿翔，你扭得很好哎。不可以这样子啊，你要跟着我做啊，好好跟着我做，要有身体的伸展，好玩这样子啊。我也来试一试。超酷的！好了。
这声音。坐啊，快点，坐。你们先练一下。哎，你不跟我们一起练啊？你们先练好吗？我去外面透透气。哎，范丽，吃饭了。哎，等等，梁翔，我去拿宵夜给阿翔啊。哦，哇，肚子好痛啊！发什么神经啊？去上厕所啦！等等等等等等。哎，肚子怎么突然又不痛了？好奇怪。白痴哦！哎，等一下，宵夜我拿去就好了。那我拿去就好了。宵夜我拿。哎，拿。宵夜我拿了。阿翔现在不想吃啊。我去。等一下。十八岁的时候，对，第一件事你就去考驾照。是有人问你哦，我抒情答案。哎，阿翔，那你呢？我去跳舞吧，就这么一直跳下去。Thank you.
给你的遗书，梁浩天都有保存着。他是把信交给我，你看，你自己看。这么可笑的谎言你也信？还有，你不要提到我妈，你不配啊！拿冠军的，然后我要在他颁奖给我的时候，当着全世界的面揭开他的真面目。你等着看好了。不可以。你等着看好了。不可以。梁一翔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不可以。梁一翔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你应该是个成熟懂事的大男孩了吧？很可惜我无缘看见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长得跟你父亲一样好看。一翔，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可能你会无法接受，但是你必须知道，你的生父并不是梁浩天，而是他的大学同学李慕文。那时候我就知道梁浩天很喜欢我，无奈我就是爱你生父多一点。但是就在我怀你的时候，你的父亲竟然出车祸去世了。当时我真的万念俱灰，毫无盼望。就在那时，梁浩天却愿意接纳我，即使他明白我的心里没有他的位置。孩子，或许你会气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是这就是爱，是人生最难的课题。我没办法教你明白什么是爱，只能用生命经历来告诉你。当你知道真相之后，你可以选择逃避，但是我衷心盼望你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命运，然后才能勇敢地去追求爱，体验真正的人生。爱是过程，从来不是结果。艾琳，你来了。你们确定要我回来？那雨辰他知道吗？艾琳，你觉得雨辰还会回来吗？期待的 A 君。
回事啊？抓狂了，艾莉，你静静啊！你现在也没办法帮他什么啊。可是等一下要比赛了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不然我们弃权。啊？我复议。可以啊，不然我们明年再来参加嘛。亚洲杯三年才比一次好不好？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毕业了，还能不能够一起练习，一起组团都不知道了。你们不能放弃。什么？一旦放弃了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放弃，最后就是像我这样，失去勇气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接着，让我们欢迎。电特快！感谢电特快带来精彩的表演，亚洲。不是我干的，那还怎么样？又没有人问你，心虚吧？哼！闭嘴啦！
我都下单看看啊！靠！阿月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就因为你迷恋上林雨辰，所以才害我们陷入困境。陈君，现在的你是赢不了阿翔。就算我赢不了，至少我光明正大。我一点也不想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胜利。你说的都是废话，你当然可以不在乎啊，因为你有个有钱有势能呼风唤雨的老爸。但我呢，我拥有的只有现在这个舞台。你以为我愿意屈居在你之下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在亚洲杯成名，要不然根本就没有未来的机会。只要有任何人敢妨碍我，都会不择手段去排除。除了胜负之外，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对我而言，除了胜负已经一无所有。你太可悲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比赛要开始，如果你想上场，请你拿出全力好吗？我可是真的很想得冠军。你以为可以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吗？爸爸，你爸爸在你出生之前就过世了。梁浩天他一直爱着你妈，所以才愿意照顾你们俩。他是你的恩人啊。你妈到最后还是希望你能够跟梁浩天和解。所以，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吗？